体坛盛事 Mercedes-Benz 香港打比大赛四岁马竞逐殊荣。赛马是一种激动人心的运动，冲线一刻骑师锋芒尽露。去年伟达策骑极品丝绸赢得人生第一个打比，达成梦想。Yes, that's right. So please come and support me as I defend my Derby win. Mercedes-Benz 香港打比大赛3月20日星期日沙田马场，入场人士可获打比 cap 会一顶。